灯的话要，应该灵灯的话起码刷了40万，你自己核算吗？但是你要是想着铃铛就是想中奖的话，那你就走铃铛。你要是觉得猫宝不能炸，这随你，我是无所谓的。这加不加都取决于你，我不强求的。谢谢念念，欢迎隔壁一只。你想清楚啊！你想清楚啊！你想清楚，我不强求家道。拜拜，念奴爷，谢谢。许我刷多少？你这样吧，你们那边娶女孩子聘礼是多少？彩礼是要多少？谢谢关注，欢迎阳光，欢迎小麦。是人啊，讲半天，我是鬼啊！谢谢关注。有小礼物的哥哥，多多小礼物支持一下哟！加一世，加一世是什么？好漂亮的鬼！我应该这样，我应该把头发放到前面，然后打个灯。下边直接就别加了。上好向北移，哎，凯哥到底在说啥？大眼美，欢迎捧场。别加了，我看你事儿真多，别加了啊！别加了。谢谢柠檬，哇，你这么晚还在。山高路远，你玩跳舞才来，你是故意的吗？你是故意等我跳完了才来的吗？哎，我的腰都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老腰。欢迎农场，欢迎农村的娃，拽，行，你拽。事儿挺多的，别加了，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，我可担待不起啊！我多高？我1.71米，微胖。欢迎红场，我为啥要骂你啊？我脑子有病啊！女神不至于啦，我。我最多就是一个女屌丝了，我就是。欢迎小波，然后我这口红今天又被我
来依旧是对的呀。谁呀、啊？我的人，我的谁呀、啊？你要不要换个别的啊？我。